咱们要邀请咱台中这个风格上好，叫做市长妈妈，也是蔡壁如竞选总部的助理委员。来，市长，掌声欢迎我们妈妈市长。松屋及其壁如，今天专程到这个地方来的所有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啊！今天全国场都在这边哈，啊，大家对于蓝白的一个状况非常的有兴趣，啊，跟大家报告，大家很多人都知道，我跟蔡壁如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但是我支持蔡壁如。不是只是因为私人的关系、私人的交情，我支持蔡壁如是因为要让台中更好，让台湾更好，对不对？家长人在问卢秀燕，你是怎样要做蔡壁如的志工，做他的主任委员？我说为着台中，不是为着代志党，嘛不是为着阮的事高，是为着台中，为着台湾。我支持蔡壁如，为着台中，为着台湾，有三个理由。蔡壁如有三个特质是一般候选人很少有的。第一个，他当过台北首都市长办公室的主任5-6年。大家都知道哈，首都市长的边啊，所以他对一个城市的发展需求，要怎么落预算，要怎么争取预算，他比别人有更加全般性的了解。另外，他不只是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有通盘性的了解掌握，因为他以前就是市长办公室的主任，另外他也最过立法委员，他也当过立法委员，所以在地方，在中央，他会对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，他有办法去串联，他有办法去规划，他有办法去争取跟配置预算，这就是蔡壁如是别人无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大家要去台北坐捷运过吗？台北 去坐过的人举手。方不方便？台湾第一个发展捷运，而且发展最快速，路线最多，同时规模最大的捷运系统在台北市。我们是全国第二大都市台中，我们当然希望咱台中有捷运，譬如说捷运蓝线趟五车，咱即马就是咧五车。如果趟五车这个所在，大家说是不是很方便？所以第一个，蔡壁如有地方中央的经验，他到国会去，一定会帮我们的城市好好的发声，争取预算。争取建设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二，蔡壁如是医护出身，一种民众的健康。过去，伊就伫医护的第一现场照顾咱民众的健康。伊知影民众的健康比虾米更加重要，赚钱重要，生活重要，那无健康，虾米拢无。所以蔡壁如。在反空污，在反莱猪，反核食，反那种不合法的蛋液拉拉嘞，会还有争取应该要争取的疫苗，他会比我们有更多的专业了解。我相信蔡壁如那做立法委员，他在中央一定会强力监督，不会让。那种进口的巴西蛋，让国产蛋蛋做蛋液，让囡仔老人起病家的代志发生，他也不会容许中火增加污染，只增气不拆煤。
以一点的严格的把关，替我们说话，替我们发声，照顾人民的健康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三个，蔡碧如跟我一样是个女性，是个妈妈。女性从政不容易，六都这几位女市长在立法院里面，女性也是少数，跟我们社会现况男女比一比一不符合比例，所以需要有更多的女性，更多的妈妈发声。我是女性市长，我重视教育，所以台中市的教科文预算是我们所有预算的占比第一名。我们每100块钱支出，就有40块钱是支出在教育照顾孩子上面。40块钱，我们是六都教育文化占比占我们总预算比最高的城市，我们是第一名。可是台中市民一年交2,770亿，去年将近2000亿的预算到中央去，中央一般预算分回教育的，分回教育的一般预算，大家知道多少钱吗？按照公式，按照法律分回才30-40亿，我一年需要的教育预算大概要500亿，占我2000亿预算里面的大概要500亿，但是中央按照公式，按照法律分回的所谓的一般预算叫30几亿。也因此呢，如果我们更强而有力，重视孩子，重视教育，重视社会福利的立法委员，我们这样的女性妈妈进到国会里面，我相信在这依法分回一般预算30多以外，蔡碧如一定会帮我们的孩子，帮我们的教育争取更多的预算，前瞻预算，计划型的预算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各位好朋友，我今日就无闲，因为我连要赶高铁、甲接台铁，要去台东。因为我们有一位原住民的议员，跟何树、跟廷秀、跟陈清龙，弄董叔叫做黄人哈，他被提名选原住民的立法委员，所以我要赶到哈，我要先坐汽车接高铁，再坐台铁到黄人的台东去。即使我的行程这么的忙，我还是要来给碧如当志工，来帮他站台。为的是台中，为的是立法院更好。所以如果你支持这样的理念，拜托算计村30-40天，对于台中的海线改变，换新菜，挖新菜，更好的菜，更好的菜来服务我们的市民，来服务，来为台中打拼，为咱的建设来争取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托大家，蔡碧如当选，蔡碧如当选，蔡碧如当选，碧如碧如碧如当选当选当选，拜托大家，我跟碧如深深的向大家一鞠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妈妈市长。那我们今天市长呢也非常有心哦，帮我们准备了包子跟粽子，就是要祝福我们碧如委员顺利包粽。来这边有请市长来为我们送上粽子跟包子，谢谢。我们来拍一下这个历史性画面，请媒体朋友帮我们前方正前方拍一张照，手比个赞，来正前方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比个赞，好，左前方的镜头，左前方的镜头比一下赞，左前方比个赞，好，再来右前方，右前方，请我们的妈妈市长还有我们蔡碧如委员，还有现场所有委员们来比个赞，再次感谢。好，我们一起按蔡碧如当选，蔡碧如当选，碧如碧如碧如当选当选当选，再次感谢我们妈妈市长，也是我们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，再次感谢我们监事长莅临，再次掌声感谢。